各位今天来听这个讲座的观众或听众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很有荣幸，新加坡国际电影艺术节，国际电影节能够邀请邱炯炯导演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很快的一种交流。邱导演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非常开心，我的片子能够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放映。因为这个也是花了我好几年的心血，所以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对，我的心情，我去过新加坡，对，我觉得那儿的温度和美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还有观众的一个对一个作品的本身的，因为华人比较多嘛，他那种语境的那种理解啊或者什么的，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充分的这种交流是，对，邱导演的电影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跟纪录片有关，有半纪录，其实很多是跟纪录有关系。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说是半纪录半剧情的一个结合体吧，然后而且我也发现邱导演有一些戏是蛮长的，上次吃就大概5个多小时，这个3个小时啊。这个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对，这30个小时，可是他谈的是一大段的那个背景。那么等我们就看到这个主人翁就是邱福新他的整个历程吧。那么我先来跟你分享一个，一位观众哦，昨天看完电影了之后呢，给我这样的一个回馈。然后呢，我想我去借这个观众的口号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对，这个观众说他看完戏的时候，他走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哦，这导演是怎么拍出这件事情的？他想要告诉别人你一定要看，可是他不晓得要怎么去描述他刚才经历过的看的那个感官、那个感受。那么他倒是很想听一下您这个叙事的方法。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有几样东西蛮重要的。第一，我觉得一直你的镜头的那个用法，仿佛就是看一幅卷画，一直从左到右，右到左，左到右，这样子一直卷，而且可能卷到回来还是个圆形，最有趣的。那第二就是你的调度，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又看到你的昆剧的那个的那种空间的调度。然后当然还有写剧本那个方法，写这个文本的方法，所以可能想导演谈谈一下哈，你这个创作的过程，怎么从零开始到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这样有完整的一个成品。就是那我先从这部影片它的类型开始来说吧，就是它还是跟因为我之前拍的都是纪录片。包括上一部片子那个吃是属于记录和剧情结合的，那么这一部呢就其实是从类型上来说应该是算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算一个剧情片，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非虚构写作的引发的这么一个文本。这个人物的故事是我的祖父，是来源于我父亲写了我在2017年的时候写了我祖父的一部传记，然后我父亲让我来给他那个做插图，因为我的还有一个工作是绘画嘛，对，然后我就为此他每个章节我都画了一次插图，我就相当于反出了一下那个时代，我的一个家族史，就是我的一个前传，然后我意犹未尽，然后很自然的我就觉得我觉得应该扩充以及用我自己的语法来讲一讲我祖父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我就是在这个文本写作里边，其实它是在模仿一种，你说是一种戏文的，完全是严格按照一种戏文的写法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很准确。但是我是一直在找一个川剧带给四川人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市井生活里边那种幽默感和烟火之气。那么我就用了这种。我觉得类似于西班牙的这种流浪汉小说，或者是这种就是比较市侩的、比较那个生动活泼、市井味十足的这么一种东西，这种很轻盈的这样一种写法，来写一个描绘一个大时代、一个时代的长卷、一个个体在时代中被裹挟走的这么一个生命历程吧。
然后包括我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出外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外景。我们在乐山，我们一个我父亲的朋友的一个工厂里面搭了一个棚，在棚里边相当于是一个工作作坊的一个，有点像工作坊的方式来置景拍摄。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景片啊，那些很像舞台上的那种东西，一看就是假的。但是在这种材料之间，它会体现某种手工感和体温感。这也是我们一个美学的一个诉求吧。然后包括这个摄影，我们在摄影里边，其实我是作为绘画的人，画画的人，所以我就是对那个，比如说像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早期的那种湿壁画，我是就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其实是在体现那种绘画感，所以我的景深就利用，因为本身那个棚也不大，那么我觉得就是就地取材的去发挥成一种特别的美学，我就用了一种前景深的拍摄方式。包括你说的那个左右和横移啊，就像那个画儿那个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之前我也说过，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风情长卷，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前期的一个定位，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拍片子不容易嘛，然后除了其他的原因，还有资金也是个问题，所以我其实作为一个拍独立纪录片成长起来的导演，我对这点我是特别希望在一种特别环保以及特别就是在利用这种局限的一种方式来发挥成一种独特的美学，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在主张的。包括我写剧本的时候，其实想的已经是一个画面如何在那个棚里边完成的这么一个，已经在进入这样一个动作了。对，所以就是这也是自我经验的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野心确实挺大。然后这种小人物大时代的故事其实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英文名嘛 ，A New Old Play， 对吧？就是太阳下面没有新事，可能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就是对对对，上一辈的故事，我在我们下一辈这儿也可以周而复始的重演。这些东西就是，但是我如何去利用一种独特的语法来体现这个在地的一种精神呢？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剧作中考虑的，所以我拓展了它的维度，就是因为我们的棚是虚的，人是真的，就像在立体书里边活动一样，那么这就是一个虚实的关系。在我在那个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虚实的关系，然后包括生死，就是讲的是生个死嘛，那么就有了阴间的那条线，就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那么这种维度一多以后，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感觉这样的叙事比较过瘾吧，我只能用这么朴素的词，但可能就是可能一两句话，如果观众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可能那个信息量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会就是不是很好总结吧。但是如果能够带给观众一定的震撼，那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就这种交流是有效的。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如你所说，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哦。然后我记得就是这个戏的到最后哦，人鬼共存的那个状态是越来越多啊。是的。他的面人鬼状态越来越多。我记得你曾经这样子说过，在一篇访问，你说你的戏呢，不论悲喜都是狂欢的。然后你这里看到，其实整个东西像你所说，你用轻盈的一种那个手法。然后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一部一本书啊，陈百成的那个牛棚日记啊。他在谈这些的时候呢，他也是虽然谈的是深刻的，但是他也很多时候用了幽默跟诙谐的状态来处理。那在轻中，你其实又看到非常深刻的一种人生体会，跟人的体会，人的那个反思。其实这里头你从来没有沉淀于某一种情感。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就是当那个情感到了，甚至到一个可能应该是很戏剧性的那场戏，你就过了，然后就进入他的那个后他的因为这样的那个果。那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然后在某种方法，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在剧场是很重要的，因为剧场很多时候真正的那种东西是其实
发生之前跟发生之后的那个关系 啊我就觉得这你处理的非常好。还有的就是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有一段戏特别有感触，就是当这位邱福星呢他要喝孟婆汤的时候，然后呢他就说我喝了孟婆汤呢我不是无法演戏了吗，然后你还叫我演给那个阎王看。然后呢接下来台词就是其实不是啊，你喝了孟婆汤只是忘记了你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个戏还在你身上，艺术还在他身上。哎，这一点我想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想法跟为什么放了这个部分在这个戏里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从表面上来看呢可以解释为天赋或者一种基因，对吧，就是人的这个组织已经完蛋了以后，他可能这些东西还存在，他只是另外一种外化的形式而已。这里边其实就是在微小的个体，卑微的个体，在那种浩瀚的宇宙或者那种时代的巨轮下，如何保持最后的尊严。所以我假托了一个所谓的密电码嘛，对，就是对，有的人最后他变成了，他学着公鸡，他是一个公鸡，或者有的人他是一头麋鹿，他是跟这个人的灵魂深处的某种特质，我觉得这是我们变成了鸡粉以后，他还是应该坚实的存在的，就是人是在，就是实在是就是太微小的个体了，太微小的个体，那么在一种极端的环境里边，他可能还存在，比如说幽默感，对吧？就是在绝境中的某种莞尔一笑啊，或者就是对，就是一种小丑的精神，这就是一种小丑的精神。小丑往往就是在你看弄臣呢，或者是那种游吟诗人呢，往往都是在绝境中发出，就是在一种非常卑微的一个状态下发出了一些，就是特别倔强的，就是这个倔强可能他没什么力量，说白了没什么力量，但是他是他最后的一丝尊严。对，这个就是我假托了个密电码，也就是在歌颂这个最后的尊严。我自己也看到了，其实最后因为那个最后画面是您的出现，那么仿佛就是这整个东西历程过了之后，其实它的印记还留在，那留在谁身上呢？可能他的后辈，他的后人，后人还会继续，因为那时候你就那个新的王人啊，你还是会继续这个历程啊，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的，对。哎，那个最后画面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有趣，所以这个作品是你第几个作品呢？如果是电影来说，剧情片是第一部剧情片，然后要算是纪录片一块算，长短一块算，这应该是第七部电影。第七部，所以对，同样的，在某一个访问呢，你曾经说过，我一直说我自己还没有威力成为一个足够好的艺术家，就是我的轴心还不够稳。什么时候可以一直处在一个似醉非醉之间呢？我就入境了。那么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也不可以说是第一个长，当然是第一个长剧情片，但是它是累积你前面的，从纪录片，从观察周围的人，到最后也在讲自己最有最亲密的一个历史啊，到这里头。然后我觉得你也说过，就是其实在做一个戏的时候是对我的一个过程的自我认知。那么你觉得到了这个作品你入境了吗？那么接下来你又想要再做什么？其实入境这个，如果是绝对来说，入境是不存在的。入境只能说是我是一个比对，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相比之前的作品来说，我觉得入境了，我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我要继续走的话，那么我肯定是会，我应该是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再继续的超越。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永远的一个课题吧。就是我永远很羡慕那种，其实我说的那个，当时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语境下说的，因为入境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命题以及我们的一个追求，而是说在这样的你进入某个通道你能走多远，这个是我们努力在做的，
就是像椒麻叫的，就像吃的时候喂椒麻，其实打开了一种语法的可能性。那么椒麻呢，其实是在吃的那个程度上继续的深入和进阶，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继续要在椒麻的，就可能越来越艰巨，越来越艰巨。我觉得永远那个牢骚，我觉得永远都会有，就是我觉得自己永远没有入境。我觉得是的，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艺术创作者他一直都在往前走，而且前面是不清楚的，到底那个境到底是什么，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肯定没有答案，肯定没有答案这个。好好好，然后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为止。Okay. 可能在走之前，可能你要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观众说，或者是要希望我们可以期待你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呢？好，那个我想说，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就肯定要来新加坡了。对，我实在很喜欢这儿的美食。然后对，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会继续在有限的条件下，创作者只要还在，只要他有这颗创作的这个动力和那个激情的话，他怎么都能坚持下去。我希望以此与各位观众共勉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我也会继续做新片，希望下次还能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谢谢。好，谢谢，希望到时候会再见到你。OK, 好 okay, 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好，拜。